十一月二十二号晚上，巴拿马中巴文化中心体育馆举办咗名为巴拿马运河一百周年嘅第三次土风民族表演，藉此歌颂巴拿马运河以及祖国嘅历史，同巴拿马唔同种族嘅土风舞蹈文化，展示出本国唔同地区喺重要节日嘅庆祝活动时候所跳嘅民族舞蹈。一年中巴文化中心的民族舞蹈团都有大量的青少年踊跃参加，使舞蹈团不断突显更高的层次。在今时今日，已经超过180名的热爱民族舞蹈的成员力求学习不同地区性的民族舞蹈。巴拿马中巴文化中心体育馆举办了名为巴拿马运河一百周年历史的第三次土风民族表演，由中心的民族舞蹈导师 Professor Aguilar 夫妇担纲，以他们丰富经验和对于民族舞蹈的喜好，是民族舞蹈团成为一个充满舞蹈、音乐节奏和地区性服饰的舞蹈团。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当晚学生的精彩表演。